今天刚好是12月25号啊，一个圣诞节，在这边先祝福大家圣诞佳节愉快啊！今天是为了我们2024元旦升旗建守一个活动啊，做一个记者会啊，在这边跟所有民众、所有好朋友做预告啊，今年的活动完全不一样，我们今年活动啊举办在我们光复广场。我们预计今天中午11点以后开放报名，我们开放报名全部有2100位的民众会接受网络报名，当天啊、在现场有200位民众可以报名。我们那天一系列活动是从我们光守升旗完以后，我们就建筑直接走到情侣球场那边有三种一个闯关的活动啊，经过闯关活动盖完章以后啊，走回到美女施工所来，这边有一连串一个很精彩一个表演啊，接下来有啊很好的啊摸彩品要送给大家，也欢迎所有的民众，欢迎报名，从今天等一下11点开始就可以接受网络报名。队伍带给大家一个开场的演出。好，准备好喽，我们来一起来倒数3、2、1，2024幸福园林市元旦升旗典礼暨建走活动正式登场。谢谢，欢迎大家一起共襄盛举，在2024年的第一天一起升旗，一起建造。